大家好，今天呢要来启动我的水根机。那启动的时候需要在水里面增加营养液。那我的水箱大小是 14.5 公升，那需要这个营养液是 72cc。 好，那我选为什么选择这一款呢？因为其实用过几款，那这一款营养液是增加之后植物的生长，蔬菜的生长状况是我认为效果最佳的。那它在使用前要摇一摇，好，玉米酵素非常有效，可是呢味道有一点稍重，就是它那个发酵的味道，所以使用它的朋友，哎，就是可能要先有一个心理准备，但是它非常有效。好，我要先把它摇一摇。好 ，OK， 好，使用两杯72。差不多 ，OK， 看到没有？酵素通常都是呈现这种黑褐色的，就里面有满满的营养。不过它的味道就是有一点比较重一点，对，所以通常会在你所有的作业都结束之后喷洒，然后离开现场这样子，对。把它搅拌一下。好，现在要去加水啦。我们要来加入，这是刚刚调配好的营养液。那我选择这款玉米酵素呢的原因是因为它是有机的，然后呢它是用纯天然的玉米去发酵而成。我们用水根种植蔬菜的目的最主要就是要吃的健康，所以这是最佳选择。好，那我们要来倒进去咯。